们好像在看某种更可怕的东西。铁筷子之锅，骆驼任意，这是不是要冤人下地啊？九十多岁了还找我爷爷下地，这事情绝对不简单。小人国帝国，这个帝国是天上的彗星带来的。但你看这些小人的表情却非常奇怪。我觉得这些石像碰不到，违反七次他会来。不要走回头路，不要摸瞎子，否则飞夜鬼，是飞夜鬼会来。我们违反几次？三叔，我忘了放我自己那次了。